冲的太 crazy 了，昨天不是跟你们讲了涂鸦风暴的被动就像幻影大招可以标记敌人嘛，今天就更新了标记效果，这标记效果太牛逼了，虽然不像幻影那样标记整个人，但在敌人身上加一个这么明显的标记，而且还具有跟随效果，并且这个标记是无视掩体的，掩体后的敌人一样能看到，持续时间你们知道有多久吗？整整10秒啊，这被动才是这个职业最变态的地方。更夸张的是什么？标记是队友共享的，你们看队友视角这个标记也是一样能看到，而且跟随着敌人走，并且被标记的敌人还会受到来自队伍的额外伤害，而且你只要打得准，你可以同时标记无数的人，队友视角也是都能看到的，这比幻影的大招都牛逼了吧。然后这被动更是个穿烟神器，比如这里我们在野外作战起了烟，随便对着烟里扫一梭子，结果刚好扫中敌人一枪，那么未来10秒内他根本没办法用烟做软掩体，这标记粘在他身上，而且我和我的队友全能看到，一起打你就不说了，你还会吃到额外伤害。我感觉不仅是近战好，这被动标记抽远点烟里的靶子简直让敌人没得玩啊，兄弟们。而且如果放大招的话，大招范围内不用我们打，敌人都会被标记，即使咱们是在梦墙外面，我们都能时刻看到这个标记，然后直接对着标记打就行，敌人怎么跑标记就怎么动，剩下的时间完全可以比幻影大招还长。幻影真的哭晕在厕所，哇，涂鸦的这个被动真的我感觉绝对能排超体职业的前3被动。